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相信粉丝们都清楚，亲爱的戎装早已于今年上半年杀青了，但是播出日期一拖再拖，之前有消息称10月份预计播出，后来又拖到了12月28日，但如今已经进入了1月份，亲爱的戎装官方还未动静。如今已是寒冬期，已经积压了很多的续作没有排上，官方未发声明也是为了保底起见，万一播出时又被撤档，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争议和损失。而媒体就不一样了，每家正经媒体都有所谓的内部消息，所以这次说预计寒假期间播出，这还是不得不信的。亲爱的戎装改编自小说《军装下的绕指柔》，张布工聚焦在特种兵和军医两种特殊的职业上，爱情与梦想、国家与生活之间的碰撞，引发了众多网友心中的共鸣。此剧因为涉及的题材特殊，在服化道方面也是竭尽所能的想要接近正版了。从杀青特辑中就可轻易看出，无论主角还是配角的服装都十分精致和贴合人物需要。另外因为情节特殊，众多镜头都需要实景拍摄，这可苦了演艺圈们的演员们。据传在拍摄热带雨林镜头时，众演员身上皆大伤小伤无数，没有用替身，而是轻装上阵。小编认为这才是符合一个演员的定位。感谢大家的点赞与关注，拜拜。